我要给大家看这个，有没有玩过宾果游戏？各位老师，我今天是有炸这呢，这个宾果卡，我很认真的，好吗？所以我发下去哦，等一下我们就玩一轮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来画面我先还给你，这你看一下，这个其实是我上课真正在用的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跟物联网、跟雷雕做结合？黄老师那里有，他上次有玩过哈。那可是呢，我也做一个假的，就是像这样，这个用 Canva 做的，好 ，Canva 做的哈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，那刚刚呢，老师您那边执行的哈，我这个是主控端的，我就直接执行。宾果游戏开始咯，按绿色怪兽抽出宾果号码，目前共有75个号码。这样有看到有没有这个跳出来，还放大到全萤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老师你就会用了吧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先抽一个你试看看了哈，你看按下绿色怪兽是不是抽出来，抽出的号码是69，有没有自动跳到那个额？69，来老师你自己检查一下，69有没有？好，没有，我有耶，我有，我就抽一个，有没有？你就把它抽下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从黄老师这边开始来帮我们抽好了。你看，来，哦，好，你来 Q 者啊，后面老师预备，对，黄丽，绿色哦，对，绿色，抽出的号码是60。啊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哎，各位老师，你看一下你自己的，你如果刚刚有执行，你的会跳到那个画面哦，有没有？你的有没有跳到60？这样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了吗？你知道我常常唱张宇的歌了吧？哎、欸，老师，瓦利亚，跟你不要客气，跟你，我们就一轮就好了，就要下课了。按绿色怪兽，抽出的号码是65。过来，有没有65？65，跟你哦，已经有一条线的，再麻烦跟我们讲一下哈、哦。好，绿色怪兽。抽出的号码是15，有没有？15，给你，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要两个哈，来，好，来，老师帮我按绿色怪兽，抽出的号码是59，五哦，好，下一个老师来，给你，来，好，来，我画面就先切过来一下好了，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吗？对，绿色怪兽，抽出的号码是4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上来抽，记得要自己的卡要带上来哈，这样才知道有没有中嘛哈。抽出的号码是1号，哦，天字1号有了，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。好，有没有人已经听牌了？抽出的号码是41。哎，我也有哎、欸。好，来，绿色怪兽。41，抽出的号码是75。又1号，没有。来，再一次。我红色怪兽是抽出的号码是73，73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老师瓦力，哎，这样一轮大家都有上镜头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抽出的号码是40，40啊，换后面老师来，给你，一轮来哦，给你哦，要搞要下课啊、哦，但你我们就要播放下课。抽出的号码是9号，有没有？哎，我有哎、欸，给你哦，有没有人听牌的？就只差一个的，中间那个绿 free 的是算的哈、哦，送你的。抽出的号码是48。哎，我有哎，怎么老师都按我有的，真是太好了，绿色，对，好。抽出的号码是35。哎，我也有哎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老师已经快要一条线了？快了。抽出的号码是42。哎，我也有哎，哎呀。怎么老师都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有不见得会中嘛、哦、因为运气不一样。哎，你已经一条线了吗？啊，差一格，太好了，来，赶快，绿色，抽出的号码是43。有没有？再来，给你哦。真的没有人一条线的，我们就只好不能下课了。抽出的号码是23。哎、欸，那来，给人家检查一下，来，老师要来前面有没有？啊，林延吉，给你，来，抽出的号码是22，来，我们检查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老师有没有录影存证？快嘛，安呢，加，安呢，哎、
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老师要这样子，这样子才有哦，就是完整的这样子才有哦。你敢骗啊？安尼不会，这算诈骗的。这样没有吗？这样没有吗？没有没有，人家要这样子才有呢，或直的，或横的。来来来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好，抽出的号码是34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34。进来哦，进来哦，过来哦。抽出的号码是33。记得哦，是直的哦，五条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终于我们的下课铃声就是要由这位老师来执行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斜对角，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来，斜对角，安呢，有没有？这边这样下来，真的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恭喜老师哈！等一下我们这边有礼物哈。好好好，所以呢，我这里就停止了。老师，你知道的，你要来执行下课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来来来，你应该知道要念什么了。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个关键字知道了吗？嗯，交给你，有共哎，下课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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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下课咯，下课咯。